感动的。对，因为大家都超级拼命的。对，然后而且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每一个老鹰跟母鸡都超厉害，而且后来林丹最后挺身而出，对，他还就是秀出他的秘密武器蹦迪。我刚刚有一个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拍到，我们在转的时候我整个被甩尾甩出去，有拍到吗？我撞墙哎，像电影那样这样子蹦然后摔下来，而且他的鞋子都掉了你知道吗？他拎着鞋子然后母鸡等我，等我。我觉得我们蛮温馨的，就大家一饮，然后就感谢彼此。一饮，一直到开录的时候，我都还是有点想睡觉。突然砰一声，我说我突然醒了。来，你们来真的？对，我刚才很吓到，而且不止第一声，后面的所有的声音我都一直这样。然后还有一个眼屎，就是躺在那边。然后他一直问我说，他是受伤吗？还是他在演死？我就说演的啦，看起来是演。当母鸡的时候，我好像一路想说，暂停，我放弃，我自己去死。我看到还有两分钟，我真的快吓死，我真的快不行，我当时真的很累，干嘛解约啊？哎呀，有话好讲啊！你干嘛不签呐？你干嘛不签？哎，其实说真的，伟哥超会跑，就是很会玩。就伟哥一到那边，就直接那个跟那个木头人，对，就是玩在一起，就是融合木盾啊。但是我要认真讲，我们的老鹰很厉害，真的，老鹰精明。这是不是我说的？刚刚前面的时候，我们是想说，就是派一个帅气然后可爱的一个男生嘛，然后前面很滑稽很可爱，就后面超帅，直接变脸哎。对啊，直接双变，直接变脸要去找小玉，直接这样。对啊，而且伟哥超听我的话，真的，他没有不听话哦，没有不听那个陈老板的话，没有，也听啊，因为我跟他讲说，你要当最后一个，你要消耗那个老鹰精的那个体力哦，老鹰经常来我这边消费，我就把它催消耗一下，把能量给消耗。老鹰还到这边，带我这边来要抓，变老鹰到来抓。卡了，谁呀？装手完全不懂啊，跟小总拍片。好，恭喜各位搭上这班复活列车。那因为你们上一关已经被淘汰了嘛，但是我们也不想要让你们就这样离开，所以等一下，我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，其实也不用两分钟，你们帮我就是在这里，你们现在这里面的所有人，帮我找一个人当你的队友，找到之后。来前面，我等一下会带你们到复活赛的场地去。那到了那边再告诉你们玩什么东西。你要跟我同一队吗？要。要干嘛？我们有个事情。我很专业哦，我很专业。来第五十吗？来第五十吗？来第五十吗？我跟洛克哦。都起来，赶快排站。三、二。一，到底要干嘛了？这样子玩弄我们，我们中华队，我可以去战斗北京了。好了，加油！正如各位所看到的，前面有各种各样的道具，你们两两一对，帮我选一种道具。倒数十分钟，开始。下次先拿蜡烛把那个手机那个砸爆。最后一分钟再开始。安心，我跟你组队。我觉得我们比谁先甩到六。谁先甩到六？这很硬哎。我的组队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组队太硬了。找六，六。然后我就找了我今天来玩八，好妖哦，六，好久没有玩这个了。你们要玩什么？漂亮，摆牌。哎，我想要跟你玩猜拳，然后这个太快，然后这样猜，我还是可以啊。三胜两胜吧。好，我第一回合两分。好，你会挂东西哦，规则。我觉得你就尊重命运吧。没有，再一次。没有，我被你弄倒。你们就是要玩这个游戏。但如果你里面，我要傻。
棒！哎、欸，我很强哎、欸。来，子瑶，我们目前还在培养感情，怎么样？怎样？我们要想办法自取。我们在自取，这是一个战略。战略。二十，这场要玩多久？来哟，二十来了。我们给你两次机会。好。好想来，我们要不是节目是故意，不然就是潘伟。我们这场游戏可以设三个小时吗？好好玩。有没有小时钟？他刚裂过哎，没有啊。好，那再踩一下。你走，玩这种了。激烈，激烈，到底谁会认输呢？不会，好会哦。没有这个计划。荷官上线了。没有事，没有事。宇文姐心思太强了，他玩什么？不用骰子啊。也有，谢谢你。还要露出两分钟，要露出。对，看你要不要这样，有的是可以三张，那你可以搭两张，对啊。没有，没有。十秒，倒数十秒了，那没有玩完怎么办？快，你说什么？大还双？蛮有钱的，我不太需要钱。那你需要再玩一场啊？需要肌肉。他是不是要卖过我吧？啊？这样还要卖过？还有吗？都是谁？谁跟我都没有了？都玩到什么时候？没有了，我都拼命了，没你管。别删掉了。现在你们这边的人就是淘汰。我不要啊！不要补啊！不要啊！现在在座的各位，就是已经晋级到我们的第三关。
复活万岁！那第三关的规则是什么呢？我相信刚刚优胜的人应该在车上已经听到，第三关是个人赛。我们游戏就准备开始喽，来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小皮全部淘汰 ，Shana， 来拿好这个娃娃。没有了，干嘛？干嘛？啊！不要这样，我害羞，受不了。这个娃娃吗？为什么要走到这里？而且，等一下，我是个尸体，为什么要来找我？都还没找到半个娃娃就被淘汰了。靠背。这个你想办法看你要丢哪里。哎，你在发呆哦。你就。我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过完这段时间。没事没事，哇！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合作。不要生气哦。不会，当然我觉得你很敬业，真的很厉害。辛苦了辛苦了。好，来倒数十秒，九，少一颗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。好，所以现在这边有找到自己娃娃的。请举个手。好，我们优胜的帮我往这边站。没有，刚刚太柔。好，这么好的最后一，你是不是拿我的？伟哥，那个我刚刚要把你留到最后一秒，他说你早就死了。你很早就死了。伟哥，我。那这边就是我们的晋级最后一关的玩家。最后一关你们就会挑战十万块的奖金。那一人分准备，这边的呢就要跟你们说声不好意思了。游戏开始前我就问了一个问题，答案是可以不杀别人。我以为大家都会拿自己的就好，然后直到我绕了一整圈回来，才发现小皮拿了。
拿给我，我超难过的。我呢，其实一直以来在别的外景游戏的强项都是找东西，但是今天我真的发现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。娃娃是不是都藏在同一个地方啊？为什么大家一窝蜂往一个地方跑，然后就全部都出现了？然后呢，我都还没找到半个真田的名字就被喊出来了。我希望下一次那个找那个主持人哈，可以再找一个裁判能够公正一点。对，就这样。老鹰抓小鸡，哇，我每一个都超拼命的，而且他还被我拖着跑。膝盖直接跑掉。对啊，那个真的是有点气不过。不该输的。不，你过来直接跟我一起讲。是不是？是不是我们？我们根本没有输，我们不该输，我们根本没有输，但是却平手了，然后必须得再打一战。对，然后那一战也非常的，也还是有不公平的地方，我觉得要有裁判。没错，所以呢，可是好玩，好玩了。我觉得今天这样，如果是交朋友好玩的话，那没事，今天非常棒。谁那么缺德，把我淘汰掉？是狗吧？真的很缺德哎！我看大家有拿到都还给彼此，然后我就听到主持人讲到我。真的很缺德，哇塞！好，我被淘汰了，而且这个游戏其实我一开始出去，我很怕我的娃娃被找走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找到什么娃娃，然后已经没有那个叫什么没有意识了，我就找到，我就赶快送给那个主办方，然后其实我也忘了我有杀人，我大概一定是他杀的，我大概但我没看到你名字，你知道是谁杀你的吗？我淘汰了，哎，小皮淘汰。我跟你讲，但是我旁边有冤亲债主来挑战，但那个时候是小皮淘汰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但我死了，真的假的啦？黄的吗？不要不要，不要安慰，小皮，不确定，不要安慰，不要想越多。Just a game, OK。我最喜欢哪一个关卡？都不喜欢。那你还开心来这里干嘛？子祥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哇！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合作。不要生气哦。不会，当然我。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非常黑暗。怎样黑暗？对，非常黑暗。我今天我也是动了一些坏的思维，然后就进局到现在。太坏！晋级的哦。我晋级啊！天哪！我晋级啊！晋级的中华。晋级对。恭喜各位进到最后一关，可以慢慢的往教室移动了。Video 加班科。好，首先恭喜各位晋级到最后一关，挑战最后的奖品。接下来你们有三种选择，给你们大概十秒钟的时间思考。我会问要 A 的举手，你们就帮我举手；要 B 的举手。跟要 C 的举手。好，各位都拿到了哈。好，各位可以打开你们的盖子。对，选对了。好看，这个 logo 好看，我也觉得。哎呀，真想选 A。十分钟，准备，大家都拿好了吗？我们搞啊，你自己吃一个看看。计时，开始。这根本吃不下去。只能使用我们给的东西。太假了。怎么样？轻敲，艺人帮我看一下，如果有人裂掉了，请他就直接离场。再多久了时间？好，对得好。
其实蛮好吃的。走开啊！我懂，开始有感觉了吗？我懂。其实我应该快过了吧。对不起，我就是一个对没有搞清楚游戏规则的人。哦，那太哈扣了，太累了。哦，真的，超那个真的猛，那个真的猛。那是我人生当中最漫长的。哦，我以为是人生当中最不公平的五分。真的会看到人性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，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说，哎，跟大家你看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情感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主办单位蛮用心的。最可惜就是最后一局，我那猫耳朵到底有没有断？我觉得。可以留言一下。今天就来挺罗拉嘛，然后我没有想到说这个会这么 real。对，因为大家一开始来集合的时候，在化妆间大家都是轻轻松松，说说笑笑。对，就开始木头人的时候，哇塞，第一把枪开下去的时候，砰，超大声，对，超 real， 就是那种大逃杀的那种感觉跟氛围有做出来。Okay. 因为你要分队，可是你分队的时候，你又不知道到底是敌是友。对，哇。是考验做人。好，那非常谢谢罗拉这次邀请我们来玩，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多多合作，顺便就可以搜寻比利跟一波我的电影。哇那大家就很有默契的在一开始分两队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去选人，就很自然的这样。但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在有一关那个抢娃娃的时候，居然有人把娃娃拿出去出卖了大家，不知道是谁。我真的必须要说，最后一关碰糖太难了，每一个人的碰糖条件都不一样，我拿到的刚好就是非常硬，非常非常硬，所以一戳直接裂痕，直接拜拜。恭喜今天的得奖者，然后也特别感谢今天来的艺人网红朋友们，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干爹，有你们才有我们这么大的完整企划。那喜欢的影片朋友们呢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IG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欢迎来到成人游戏
你们都是被社会放弃的人，唯独成人游戏能给你再次重生的机会。参赛者必须立即停止动作，违者将贬至性爱地狱接受惩罚。阿古涛古吉巴斯达达。